人机三七七，这些荒唐事他们都遇到。包括欢迎录成一集节目，还要上台玩游戏给制作单位拍。哇！这是在我们家，他要来迎娶，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要录节目。粉底干，你们结婚典礼上面还有导播吧？哦，有啊，哎呦，太离谱了！婚礼哦，这个后来大概有一些说辞，就进去以后好像在参观故宫博物院，没有东西吃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更班。